大小姐，不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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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。川，金凡呢？金凡哥还没回来。成何体统？外面很危险的，你们这些男孩子也要学会保护自己，知道吗？属下一定时刻保护大小姐。我也会保护你们的。 放心，放心。金凡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刚才回来的时候，好像看见金凡哥跟着雨公子匆匆忙忙的出去了。金凡跟着公子羽，这大晚上的跑出去干什么？你过来，继续练给我看。是，大小姐。